大家好，我天哥，今天来跟大家说明上班族在办公室的防疫小撇步哦。第一，常用物品每天加强清洁，如桌椅、门把等，一天至少消毒一次。第二，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环境，社交场合拱手不握手，也请避免用手直接触碰眼、鼻、口。用肥皂勤洗手，像是从外面到办公室或用餐前等，都要记得哦。当办公室空间无法保持空气流通，且接触距离小于1公尺，面对面交谈超过15分钟，可以考虑佩戴口罩。有生病或是发烧症状，一定要立即就医，并且在家休息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哦。